穿过女儿墙，准备下降。两名特勤员警从顶楼往下，用绳索吊挂垂降，不发出任何声音，缓慢垂降到十楼。进入石龙瑶台，进入。另一头大批员警荷枪实弹，拿防弹盾牌破门攻坚包抄。嫌犯睡眼惺忪，被满屋子警察吓坏。原来屏东警方接获线报，高雄古山这栋大楼藏有诈骗机房，在网络假冒花美男，在通讯软体中随机找寻被害人，以交往结婚为前提，等对方掉进爱情陷阱，再诓骗投资股票赚取结婚基金，有不少大陆人士受骗。支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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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过来，上去告，趴下，上去告，趴下，趴下，侦破。感情假投资诈骗集团，本次共查犯嫌11名，还出动电子犬到处闻，找出电子产品，查扣电脑资料，共逮捕11名诈骗成员，过年前一网打尽。解高雄综合报道，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，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